宙中有两个历史，一个是人类的历史，一个是神圣的历史。人类历史好像外壳，神圣历史是核人。神圣历史就是三一神的历史，全本圣经都是三一神的历史。原来我们跟神圣的历史无份无关，自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，我们就跟三一神连结在一起，于是神的历史就成了我们的历史。我们在这边呢，春去秋来，敲钟摇铃，上课下课，这是神圣的历史。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所要诉说的，岂不是就这一段吗？犹大的伯利恒、以法他呀，你在诸城中为小，但是有一位要从你而出，他要在以色列中做掌权者。他是从亘古，从太初而出。这个出 goings forth， 跟呢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啊，乃是我令你们前去结果子，跟前去是同一个字。Amen。所以这位三一神从玛利亚而出，他就从太初而出。在这个玛利亚出来以前呢，他就是要预备跟人能够连结。从玛利亚之后，他就与神连结了，化成了肉身，道成了肉身，神成了肉身，与人连结。他不仅与人连结，他还在人的世间过一个33年半为人的生活，死与复活。复活之后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啊，与120人连结，在小楼上五旬节的圣灵降临，我们都在那个连结里面经纶的与他连结，在那个约翰二十章的吹气里面与他连结。我们在肉身上是从父母出生，在属灵上就从那灵得救的时候就出生了。出生以后，我们现在要来跟三一神一同的出去，往田间去，往乡村去，往瑞穗妇里去，往呢光复的大屋嘞啊，到处去，啊，去那里嘞过与三一神连结的生活，啊，在那边散放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所以我现在是规定寒假作业。今天呢是啊这一学期的结业典礼，之后的寒假作业就是要出去，啊，你跟你的区负责报名，区负责会组队，每一周有3天往田间去，看呢这个啊石榴放蕊没有，葡萄开花没有，在那里把我们的爱情给你，每天早上一醒来有半个钟头。跟主亲密情深的交通，来到主的面前，晨光未现，夜影尚存，然后呢，你就在那边天天呢啊，走在田间，挨家挨户，到了人的家里面去，散放馨香之气，诗歌一唱，人椅子就摆出来了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这是何等大的权力啊，何等的荣耀啊！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神圣经纶。